喂，你好。我请教哈，那个细条的干妈咪，那授粉加迄种迄个药啊，当当济处吧。啊，热人除了讲四 C P 以外，还调过过什么的坐果汁？好，好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这个一般人调过吼，是较无爱讲含这个许做伙转吼。当然，因为你药啊，一定就是规章爱转爱交掉哈。啊，咱这个调过的这个物件，多数对肾脉拢有一点啊，这个伤害哦。所以啊，一般来讲，咱得用的时阵吼，尽量是无爱讲去改啊，算去甲伊用掉啦吼，就是讲去甲伊啊去抓掉这个心脉，因为这去影响到这个产量吼，所以咱一般是较无爱安尼咧用吼，所以啊，伫咧使用的这个当中吼，是较少讲南药啊来抓吼，所以啊是无建议啦吼，无建议讲你即马去甲伊用这个药啊吼啊加药啊做伙来抓吼，这是较无好的一个啊这个物件吼啊，所以呢啊，咱伫即下家就是讲。爱稍注意者吼，尽量啦吼，因为这部分呢，这一般吼，通常是较无爱安尼来做吼啊，而且你加安尼咧转咧，对这个心脉一个影响真大。有个人讲，有啊，我有用这个药吼，啊转拢会当规针拢喷吼，这规针拢喷啊，迄种通常会当规针拢喷的呢，有的是伫寒人的时阵有效呢吼，就是讲，迄种温度无讲真悬啊，小可有一个。对吼，啊，伊算较袂调，伊受训较无通遐尼好，啊，咱小喷者，即用 I 用 NAA 这类的即耐乙酸呐、啊，即种即物件，即你也当规针来喷，啊，但是迄种的一个调过的一个效果吼，伫即正经那是热人的时阵呢，啊，通常是无通讲介好的吼，即、啊、一般来讲啊是安尼一个情形吼、啊，所以你也当小知影者吼，即、啊、基本上是无一个讲啊，即、这个效果上吼，等于讲会当。啊，到目前为止吼，无一项即阻果剂吼，真正伫热人会当用的即阻果剂呢，是有法度喷几区的啦吼。即、哦、伊有诶是讲较薄，比如讲像四 CPA， 咱咧喷的时阵啊，算你那是用棒的吼，啊心脉尽量卖去甲绑掉，啊伊个心脉呢啊，较袂遐食力啦是安怎？安尼有啦吼，安尼有可能会当啊落去转，但是即千万是卖加农药来转吼，加这农药来转呢是无这个必要性吼，这绝对是无这必要性吼。啊，我是希望讲伫这个过程内底呢，咱好朋友会当小来改这注意者吼。啊，当然有诶讲，伊迄强调会当去转，但是这是毋是伫热人呢？啊，伊有这款诶这效果吼，这一般是啊多数是无法度啦吼。因为目前咱所知影吼，真正对这个坐果来讲吼，调过啊二四 D 啦吼，二四 D 啊呢，适当诶浓度。这二素茶啊，是的效果是真好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并讲像咱咧用二素茶啊，真济拢会讲啊，这大粒的咧用的，这唔是细粒啊咧用。啊，是安怎？是因为伊足歹用的吼、哦，因为这二素茶啊，伊装落，你若用细粒的，咱无可能一个去点吼、哦。啊，拢爱用喷的嘛。啊，你啊喷的，这足容易去喷掉，这心脉一喷掉，绝对变形去。咱咧讲啊，变这个结焦血哦，尤其热的时阵呢，啊，咱咧用这坐果剂的这浓度过来降低哦，愈未调火，唔是泡愈重，是泡愈薄哦，因为呢，伊愈敏感哦，伊会畸形哦，啊，这足容易来改这产生这款的这问题。所以目前咱咧用到的这个啊坐果剂呢，就是二四 D 这种的这是一个这个用法啦。哦，个另外一种就是讲啊，一个。这个四 CPA， 这个另外一种哦，这大概是这个啊，有诶是个南一点啊 ，GA 三，因为咱感冒病吼热诶时阵伊无回粉吼、哦，所以你喷落去即嘛是有调，是单维结果吼，但是单维结果伊。会较够落啦吼，就是讲伊内底无止，所以就有可能呢，即、这个未调吼，伊会啊，甲一个发育甲一个时间的时阵，嘛叫落去。啊，这边喏，这边做咱就爱甲用一点啊，即、这个 GA 三吼 ，GA 三伊通常会当促进即、这个啊，即、这个、单维结果，所以会小寡甲染一束啦吼。啊，通常就是5到10个 ppm 吼、哦，所以一般来讲是用安尼一个啊，即、这个方式吼，啊、就是讲小染一个。啊，淋伫内底落去转，哦，这样咧使，啊，但是咧，这嘛无咧转几区吼，一般啊，除非讲到尾啊去啊吼，都。
无咧许无初期吼，嘛你嘛是拢一个月一个月咧转，因为啊，无论是二四 D 也好，还是四 C P A 也好，尤其二四 D 做明显的吼，这转落心脉是一定，只要呐转到心脉，心脉绝对是爱足严重的这个变形吼。啊，你也是讲这个四 C P A 小转掉的时阵是较无遐正常吼，算伊转掉是有一点啊无正常，但是呢啊，未讲。未讲像这个二四 D 啊，遐尼严重啦吼，所以啊，多数呢，这个部分来讲，咱好朋友呢，当小来介这个啊，这个、注意者吼，来、哦、讲、就是、咱会当伫这方面小来介做者这个广告吼、哦，啊，你咧用的时阵尽量会当卖去用这个物件啦吼，这可能是一个安尼是比较较好吼、哦。啊，你若讲弱人吼，啊，弱人拢卖去甲转吼，拢卖去甲转这个物件吼，啊，我看这是很难啦吼、哦，这多少这三。有，无我那有可能会结啦吼，但是呢，啊，这个量哦，会当讲是相当的一个这个少吼，这相当的这个少吼，所以咱那边啊，这部分来讲也是需要吼，需要就是讲伫这个许呢，当去改啊，小小用者安尼可能是比较较好了吼。啊，但是就是讲咧应该是爱注意这个使用吼，这单独的这使用这效果比较较好，啊，而且卖含其他的这农药来染吼。啊，咱那是讲伫这个高温的时阵爱泡较薄咧吼，啊，那是讲伫维康阿德咧卖调去泡较薄，你若无泡较薄呢，也足敏感的吼，等到呢这效果无通遐尼好。哦，啊，那是较低温的时阵呢。难得卖对当用较重哦，用较重哦啊！个只就是讲尽量是卖喷重复的吼、哦，就是讲你喷一摆就好，卖喷双遍吼，因为这有当时啊加喷两摆，更容易要害。啊，伊这要害的这结果就是畸形吼、哦，比如讲你二树底下大粒的吼、哦，这弱人的时阵呢啊，伊有当时啊你也看到迄、那个啊一粒橄榄叶啊生做敢那海星同款哦，所以啊这个。这一粒呢，安尼有迄扣链啦吼，啊四四角四角安尼吼，啊足明显的这款呢，这个情形吼，啊这个情形之下，咱所看到吼，这都真有可能呢，啊，就是因为你可能这二树底下转了伤过头重吼，啊这二树底下转了伤过头重，就较容易产生这种的这个问题吼，所以啊这所在呢，你要稍注意者吼，这大概呢，伫这使用的这当中是安尼，那些菜是卖含有做伙用啦吼，这是一个重点吼。这农药呢是绝对袂使啊，男的用是无任何的一个好处啦吼。啊，所以可能咱好朋友呢爱少知影，有当时啊伫市面上吼啊，这个有足侪这种。奇奇怪怪，这个吼嘛是足侪人做迷信吼，啊，讲这都爱用神，但是通常这种雕刻的吼，啊，伫咧用的时阵，有当时啊，你都较无法度去确实去掌握边喏来做调整。好，所以这种佐果剂吼，尽量嘛是会当真清楚伊的这个来源吼，啊，这掌握到伊使用的这方式，啊，这反正伫目前市面上看到的是四 CPA 啦吼，啊，二四 D 这两项吼，其中啊有的是两项的去染做伙，啊有的是其中啊单独抓哦，这其实单独抓都拢效果。咱为着要增加伊的这效果，会个染一点啊，这个 GA 三吼，啊有的人会染 NAA 吼，一般 NAA 伫热人无咧用吼，伫寒人的时阵。参考咧用哦，这大概是啊，咱即马所看得到的吼，这应该是差不多这方面的一个做法哦。啊，所以尤其弱人哦，其实啊是四 CPA 的雕刻的效果嘛，不能讲介好哦，还是爱二四 D 的这效果比较好，但是二四 D 吼，伊迄个要害足严重诶吼，所以多数咱也是啊建议讲用这个四 CPA 吼啊来用啊伫。较早吼，伫足早之前，我会记啊、应该是阿伯阿头咧读高中、国中迄个时阵，我未开始读这个吼、哦、啊，迄阵我看阮阿公因咧种这个啊，这橄榄饼咧吼，因、哦、就是用点的吼，这压一个毛笔，啊内底染这红番仔呢吼。一丛内底呢，要爱几粒插几个吼、哦，这一粒插一个，一粒插一个，啊插几红红吼。哦啊，那红红就无个擦第二遍啦。啊，其实啊，较早唔知迄啥物物件吼，这是尾啊，咱读册了较知个。哦，这种就是，迄种物件通常就是二四 D， 但是你古早时代因为大家都唔知哦，啊，擦落就会掉啊，足神奇的。啊，迄种物件卖较足贵啊，其实迄个物件原底就无贵哦，所以这个卖这个有的人呢嘛，拢会当赚真济钱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这有时也是。
了解就好啊。市面上当然有真济吼，有可能有真济讲啊，伊迄是啥物无同款的，即坐果汁啊是啥物款吼？啊，其实咱家研究过真济，即个番茄即坐果汁吼，尤其阮实验室安尼咧做，大概应该是差不多有超过市面上多数即许吼有看到的吼。伫微购一寡买啊，个奇怪怪即唔知啦吼，多数看到的即升温吼啊，拢会当去确认差不多是啥物款的即即个物件哦，所以啊、应该。是拢这东西在做一个这个变化，因为目前好像没有比较特殊的一个这个坐果剂啦，吼，就是讲啊，也当规窟窿钻、加农药钻、有钻都会掉，好像没有那么好用哦、嗯、啊，所以大概就是咱拄只讲的四 CBA 二四 D 哦，这两行其中一行是咱做伙。啊，那要搁增加啊，这两行是为主了吼、哦，就是讲真正会掉是啊，干那钻这都会掉，啊，效果要比较好，搁加一点啊 GA 三。哦，这通常是安尼。啊，你会单独转 GA 三不好。啊，你用热人，你转这个 NAA 钠乙酸呐，啊不好。啊，寒人有当时啊，乌阴伊这回温较无影响。啊，但是感冒病买调，吼、哦，一点点啊伊就调。但是转一点啊，NAA 钠乙酸呐时阵，效果会较好。啊，所以伊内底有当时啊，染一点啊钠乙酸呐。啊，所以你咧用会感觉讲，哎呀，这个转吼，佮规区会当转，佮啥物拢乌白染拢无要紧，啊，足方便呢。啊，但是呢，正经高温的时阵，迄种坐果汁就佮无效啊。哦，所以这有当时是爱小了解者，吼、哦，这大概是安尼。啊，这尽量是目前所在啊，是无一项这物件是当啊，即无一项这调过的这药来当含农药做伙转，哦，这做伙转呢啊，除非像 NAA 这种呢，没有真正坐果的效果，啊，这可能你做伙转有转好无转好安尼，也可能会晒。啊，你也是真正讲啊，伫热人的时阵呢，这个。无安尼一个一个喷哦，这个效果上相当的节节有限哦。嗯哼